师父开始我们把世界上每个人都往好处想，就是正念。那我们遇到了真正的心怀不轨的人，也要故意把他往好处想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。心怀不轨，你知道了，赶快逃。啊、哦。你还往他，你可以往好处想，这是你心里想的。你先避开灾难之后，你再把人家往好处想。你如果当时把他往好处想，你就会上他的当，吃他的亏了。举个简单例子，这条蛇在边上，对不对啊？好像吐舌头，你把它往好处想，它不会咬我的，嘣，咬了你了。听得懂了吗？你现在离得远一点，啊，你跑得远一点，你看着这个蛇，它不一定会咬我的，哎，我很开心的，它不会咬我，碰到蛇没关系。好啦，要自己安全之后，你才去把人家往好的地方想。你这个叫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，这个中国古代的文化当中就是教我们的、嗯、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，对不对啊？对啊。韩师傅，